小耳症，所以他听力有受到损伤。但是他在追求成为运动员的路上，其实遇到非常多的挑战，有不断的一些质疑声音啊，或是打击。那我想请教的是，荣誉，你都遇到什么样的状况，你又怎么面对的呢？其实一路走啊，遇到了蛮多大大小小的，每天都在处理各式各样的困难。那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或者是最需要面对的，还是怎么样看待自己？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接受到各式各样不同的眼光，可是别人的眼光你不可能不去在意，但是如何去调试自己的心情？就是我一路走来都还在练习的一个课题。对，而且我记得就是荣誉跟我分享过，他其实从小到大，因为他一出生其实就长得跟大家比较不一样，所以他其实很小时候很害怕去公园或是经过国小，因为小朋友就是看到特别不一样，他们就会指指点点或是在那起起楚楚起起楚楚这样，所以他从小其实都还蛮害怕，甚至于他追求成为运动员的路上也有教练哦跟他们说他听不见，那我们去念其中学校，为什么要来当运动员呢？有这样的质疑哦。那林允在荣允在听到这样子的教练这样说的时候，你事后知道的时候，你自己怎么样的心情？然后你又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呢？我觉得对于这个话，现在来想，其实我是很感恩的，因为我觉得好像让我重新的去回想，我应该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身心障碍者还是运动员。我会从这个过程中去找到说，什么样的定位对我来说是我觉得一个很安身立命的一个角色。那其实，在打羽球的过程，从以前我会很想要上去比赛的时候赶快下来，不是为了赢球赶快下来，而是因为我在比赛场上会有很多的小朋友，会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人，他们特别的在背后会觉得。怎么场上有一个这么奇怪的人在比赛？那当下的我就觉得，我好想赶快结束这场比赛，赶快下来，然后赶快逃避到那个到其他的环境。但是现在的我，我会很想要去表现自己，我会去找到自己的舞台。那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片天空，所以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角色是这样重要的。是，所以荣誉现在其实对自己的定位，我就是一个。听障羽球选手，对，就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运动员，而不是一个只是身心障碍只会跟大家不一样的人而已哦。那其实荣誉在三月、四月的时候在进行就是我们国手的选拔，所以他是特别来拨空参加我们这个赛事来支持脸部平权的。那有一些呼吁的事情想要跟大家说。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身心障碍者或是正常人。我们在面对到身心障碍者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包容或者一个接纳的心，不要因为他跟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而有对他不一样的对待。那其实我的教练从小到大对我都把我当成一个正常人在训练，那也让我造就了今天的一个很勇敢然后不怕挑战的一个心。所以我们不要去害怕别人怎么样看到我们。最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相信自己，然后用最诚恳的心去不断的往前努力。因为成功的不是孤独的，那你觉得是对的，就要勇敢往前走。是，而且在运动路上，你我都是一样的，在追求这样一个运动成果的一个表现，对不对？所以每 ，Hello， 大家好，我是代表一零娱乐出席的李毅，你们好，你们好。开心，这是一零娱乐第二年，然后跟脸部平权活动，然后一起参加就是这么有意义的活动。那其实我在这边我想讲的是，其实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也有一起在赛道上为跑者加油。然后那时候我有个朋友，他正处于人生的低潮期，他有参加这个路跑活动，然后他路跑完了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人生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他觉得他不应该那么低潮，因为他看到就是大家这么努力的在为自己人生奋斗的同时，然后我想跟脸部平权的伙伴说，其实你们也默默鼓舞了非常多的人，所以就是谢谢你们，然后谢谢脸部平权这么有意义的活动，一零娱乐会一直支持下去，谢谢。谢谢。3月10号在国道上，一零娱乐的加油团会。
会是最闪亮坚强的哦，就大家很稀奇哦，大家要拭目以待哦。那我们现在就邀请我们李毅小姐代表我们家油团来送上我们的一个祝福，来祝福我们的伤友跑者还有所有跑者，我们要怎么祝福呢？一个大大温暖的拥抱，请拥抱。谢谢，其实也是彼此加油的打气哦。那请两位我们稍微往前站，一起来做个大合照，帮我拿着手板来为所有跑者加油，然后邀请大家支持脸部平权。那当天现场前天娱乐也有我们的陪跑员哦，今天也是来参加这个盛事。来，左边。加油哦，为所有跑者加油，当天天气会非常寒冷。好，看向我们的右手边，来，我们请神娜来介绍我们的感谢的花束。这个我们的荣誉是不知道的哦。好，向我们的正前方。那其实我们也知道，您过去有参加过国内外多场的马拉松赛事，就两场了，两场，但是就国内外嘛，对不对？那其实呢，其实我们这次参赛的有很多都是阳光的商友伙伴，那是不是也跟大家做一些在练跑上的提醒呢？好，我刚刚忘记跟大家问好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瑟琳娜任嘉萱，很荣幸多次的担任阳光脸部平权的代言人。然后我自己之前跑过两次的半马，一次是在台北，一次是在旧金山。我觉得对于，因为自己也是伤友，所以我自己在练的过程以及自己参赛的过程，我真的深刻体验到，我觉得如果伤友要参赛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散热，因为这的确在跑的过程中会造成跑者们很多身体的不适。其实就连是没有受伤，不是伤友的跑者也一样要注意。然后我想赛前的准备是一定要的，就是要充足的准备。我记得那时候去参加旧金山的赛事的时候，因为它都是坡，各种的坡，所以我在台北练习的时候呢，也是自己跑各种坡，就是一直要冲上坡、下坡都要练习。所以准备一定要很充足。然后在赛道上的时候，我想就尽情的享受吧。虽然你前面一定觉得心情很开朗，大概到了一半过后就会开始很质疑自己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我想是每个人都会有的过程。但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最关键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的跟自己对话，怎么样的替自己加油打气，然后着重在自己的每一步，向前的每一步都是为了自己而跑。我觉得这个过程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精彩，所以祝福每一位参赛的跑者都能够顺利的完赛，然后也希望也祝福大家可以突破个人 PB， 然后最重要的是享受沿路的风光景色与自我对话的过程。谢谢，谢谢。那其实因为今天也是特别邀请 Selina， 可以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个赛事认识脸部平权。那今天也邀请我们脸部平权代言人 Selina， 可以邀请然后呼吁大家一起来支持脸部平权，为3月10号跑者们加油。好，我想刚刚这个荣誉的分享，应该大家也都已经知道了，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真的非常容易用眼睛去
界定或去评断一切我们看到的人事物。但脸部平权运动，我觉得就是在呼吁大家，就是我们都用心去感受你身边周遭的一切，这样。那这一次呢，我觉得脸部平权不管从之前的策展到这一次的那个路跑，都觉得非常的棒。那今年会有很多人嘛，很多跑者一起来，所以先感谢所有的跑者用他们的脚步，用他们的汗水来支持脸部平权这个运动。当然最重要是希望3月10号那天一切非常非常顺利。是，谢谢。希望脸部平权可以深植人心呢、啊。对，舍琳娜一样哦。好，我们其实真的非常感谢，就是舍琳娜一直长期以来协助在推广脸部平权哦，都特别拨空。那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阳光基金会的杨慧勇董事长来表达我们的感谢。那我们的杨董事长同时也是舍琳娜当时的主治医师，是我再生爸爸，真的。谢谢我们透过杨董来感谢一下我们的合照，感谢我们正前方。好，两位稍微往前两步哦。好，正前方再看一次。正前方，正前方。不好意思，我们的杨医师哦比较少面对镜头啊。眼睛要睁大，来看一下我们这边，我的右手边。好，继续保持微笑啊，杨医师。我这人不好当。好，看一下我们的左边，来左边这边，一样要很甜美的笑容哦。谢谢，他们也邀请我们的上代表荣誉一起上台，跟两位一起哦，拿着我们的手拿板一起来。呼吁一下，支持脸部平权。那三位都往前两步哦，哎，往前一点哦，让大家看清楚一点哦。难得看到天王天后在一起，有没有？一届的天王有没有？我们娱乐界的天后，还有我们球界的球后，好不好？好，来，看我们正中央。好，希望大家可以重新看见无限可能。看一下我们的舞台的右方。希望大家参加这个赛事，也邀请大家帮我把这个事情推广出去。好，可以吗？看一下我们的左手边，今天就是大明星嘛，煞风大家的影片。好，那接着我们邀请我们的贵宾的单位的代表一起来合影，来邀请我们的范家理事长，还有我们的陈总经理，小伙伴都帮我们拿着手卡哦。我们要再次的呼吁，好，请大家稍微靠拢一点哦。这边接我们感情好，我们感情好，然后往这边稍微中间一点，再过来一点。好，请先看。前面哈，请先看向前面哈。好，待会呢，主持人会讲2019脸部平权运动台北国道马拉松，要麻烦再请各位贵宾一起喊"重新看见无限可能"哦。好，可以哦。那我们正式来一次，2019脸部平权运动台北国道马拉松，重新看见无限可能。好，我们再一次哦。2019脸部平权运动台北国道马拉松，重新看见无限可能。好，请大家一起比个赞好吗？来，有手的哦，比出来哦，手有空的，看一下我们的正前方。感谢我们台上所有的贵宾一起来支持脸部平权运动，也请大家帮我们推广出去。好，看一下我们的舞台的左方，这边，这边好了，这边，这边先啊。好，正前方再一次吗？来，看一下我们正前方。好，再次感谢大家的莅临支持。